Club， 也就是同学会，王雪晶同学会来拍新的照型照。去年尝试过了很多高难度的动作，比如说性感啊，然后坐在椅子上穿短裙啊，然后还有穿着这个 Jass 的裙子这样子，就是跳舞的动作。今年呢，我不尝试跳舞，也不尝试性感。今年我跟珊珊合作，我相信有留意我的这个 social media 的朋友都会知道，珊珊是我的化妆师。然后今年我找他帮我做造型，今年尝试了很酷很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尝试了很 sporty 的东西，就是拳击，就是我 try 我自己的拳击手，然后拍的那些角度啊都非常的用心，好像录专辑一样。那这一次的感觉呢，就是要跟大家说，2016年的王雪晶又在不一样，不止年龄又在增长，然后心智跟造型也不一样了。所以此刻我要先谢谢啊珊珊，就是上 studio 的美女化妆师，每次呢她都会帮我整容变得很漂亮。然后这次也要感谢这个 cash studio 的老板 Victor， 那他的赞助呢，然后我们的合作呢，还有他对我动作的要求啊，或者是一些拍摄的角度上非常的严格。当然大家看到我这两个乖乖的小毛孩就是我的女儿。去年呢，我只跟 Swarovski 有拍照，然后今年加了他 Baby 真是给我的娘，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下，因为之前我都是帮我的朋友照顾他，这是我朋友的狗，可是今年正式的他跟我新房了，他已经被我领养了，所以我觉得要给他一个真实的比较一个正式的身份，所以我就安排了这个全家福照片，就是我跟他第一年的时候呢，我就跟我的婆婆老婆还有全家人一起拍全家福。然后当然我生活里面添加些什么，我就拍我现在生活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看，就是大家对我的生活不陌生，然后我也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系列的照片，谢谢大家。